来，先来七本嗅觉。哦，看电影那种电影的话，旁边坐的人不能是晶晶姐啊。那我知道差距在哪儿。老板这车搞完的。第一本高级。法速暴击。好，一本血赚啊，3000多万。是加藤鹰主演的电影吗？不是，《速度与激情》不是加藤鹰主演的，加藤鹰演的是打井。119.24。他那些演员我名字记不住，但是长得啥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红魔镜、神机步、高级法爆。这他妈嗅觉怎么亏？一般来讲，坐标走对了，挖不出来东西，一定是环花豆。嘿，我是反向操作啊，我就是要刚客服。大家都知道，我直播的时候是有个隐藏的 GM 在身边的，给我限制我的啊产量，给了我一本雷属于吸收。秒打脸，来吧！我次啊，量的累积引发质的飞跃，三本嗅觉，一本高法爆，一本魔之心，哦，两本法爆啊，舒服了，舒服了啊！这样的话已经回本6000来万了。老板现在收手不干资源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赚一顿顶配自助了。带三文鱼的那种，哎呦，这61环啊，还带珍宝。那单神机步啊，神机步加腾挪进，还行，这波双门法爆不亏钱。